Hello，油管的粉丝们，你们好，新年快乐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一帆风顺，万事如意。我拉到你能接剑吗，兄弟？他过来刷这波野的话，还没隐身呢，去死吧，小贼！来安蹲了，没事没事，还是蹲下的。蹲也是个废物，蹲也是个尸体。战斗越来越，你的希望消失在黑夜中。当然，蹲，老子看看怎么蹲啊！向前越进，就是给老子蹲，看看。太不错，我已上路，太不错。我贴了好多好多，以备后患，接到钱啊。
上来，那我 SFT 了 ，SFT 了。我把 SF 断了。大师在疯狂带下路。来，谁来？打不死，打不死。别疯狂呀，兄弟们！我崩到他了。哎，他一个人啊，兄弟们！把这个装逼装过了啊！操你妈的，白走！能不能先上来呀？我他妈好气！你的向前跃进，凭空消失。别送钢杯了，他妈一个人装货啊！你打打我的妹子！他迟早能派上用场。当然。先别管钢杯，先等其他人。完了，被大师大到了，被大师大了。我还有 BKB 还能打，看你敢不敢。你们看着了，你们看着。你说我敢不敢？我们可以反开波物吗，兄弟们？我们有视野。我们在这儿有视野。直接错，看到了直接错。魔镜效果，跳跃加一，跳跃在持续状态中可以使米拉娜有1.5倍暴击。
谢谢兽爷的幸福犬，感谢兽爷。自闭倒没有吧，只是有点饿了。破大被动，破大被动，射射射！关键关键。上面有野反一下，给点空子可以上。上面有野，完了有野，有野呀，有野呀，兄弟们，有野。稍微做点，我感觉可以做点能看得到东西的眼。你这个眼位看不到东西啊，我们需要看到对面高塔，这样我们永远推不了对面的塔。视野稍微做的就是能下塔的位置，太防守了。啊，没办法，这我他妈真没办法。
啊，帮我断一手陨星锤，帮我断一手陨星锤。关键关键。哦、记得杀那个谁啊，记得杀那个他的幻象 ,VS 幻象记得杀。看着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。很强。别打吧。完了，我死了，我已经死透了，真的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有野，看到我，快走。黑鸟死了应该能救，你坚持一下，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过吗？幻象无敌，我操！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过来杀他，他们人都不齐，能不能来人？搞了，我大晕了，我大晕了，强不死了呀！不，给那个什么，给那个什么，把被动破了，这破了被动随便杀的，随便杀的朋友。对，我上了，看着跟我一下，看着跟我一下，看我位置。兄弟，捆一下，可以可以，把他杀了，把他幻象杀了，对，把他幻象当英雄杀，可以。来，我们中路推，破高。破一路走。能走。哎，我要反打。可以反打。被动有吗？没破被动杀不掉，没破被动杀不掉。啊！别拍了！我操！不行！看着拍，有技能，杀这个 VS 可以啊。先把 VS 幻象杀了，可以可以。啊，兄弟，别拍背啊！求你了，你不要打他背啊！我没拍他，我就拍黑了。绝了，他妈的有盾了，应该看一下。给他一下，关键关键。
想办法把 VX 幻象打了呀。打了脸，打脸！哎，这版本我觉得可以不用进蜘蛛了，就可以一直进黑鸟了。黑鸟这版本太恶心了，兄弟们。